这边。好，继上次忘记带软丝竿，跑回去钓泰国鲤之后，过了一个周末，今天又好天气啦，所以软丝竿带着，准备要来初体验，好不？上次体验过，重哎，很重哎。其实，在我们整理装备要下来的这段路程，他就起了三只软丝，哇！这是要过去到那颗大石头，不太容易哦。如果你还没有来过82K， 我这边简单的用 Google 的影像来跟各位做介绍。那这个呢，就是 82.1K 的号字牌，那它的右边。就是右手边这边就会有停车格，所以你要开车来也很方便。东西拿好之后，草皮后的旁边就有坡道可以往下走。那我们要走到就是这个最前面这块石头这里，或者你可以点选右上方的连接，会有非常清楚的影片介绍给你。等一下，你仔细看，你都会仔细看，那个不是心情。好大，差不多有这么大吧。有没有？底下，对啊，两只有没有？那不是青鳍。那个，应该是竹梭。出现哦！哦，钓鱼哦！哦，钓鱼哦！哦，钓！没有，它没有什么。哦，钓！有草吧？啊，钓！哎呀，开壶喽！哈哈，啊，没有，不影响，完全不影响。啊，开壶喽！耶！啊耶！哦耶！没有啊，这个可以飞啊，啊算，算了，好像，有，救过一下，谢谢啊。你要放了，我要怎么办？啊，过去了。
原本想要飞回来，想要看一下算了。耶、yeah ！今天加赛，哎呀，哎呀，帅帅的，帅帅的，汉堡，汉堡，汉堡来一只，汉堡，汉堡。哎呀，哎，花枝呢？还是我刚刚没录到哎。哎呀，没关系。你的刚刚先重新登。没关系，登了，登了，登了。小汉堡。哎，要什么？